岭南大学为寻问大学之路的世界解答，用对人才与众不同的想法，与众不同的教育，第一次对陈旧的思想进行革新的人，战胜对失败的恐惧，坚持不懈前进的人，不是独自一人的成功，而是考虑所有人幸福的人。这就是岭南大学的人才，也是开创韩国未来的力量。大邱大学和青丘大学致力于培养国家和地区社会所需的人才。1967年，统合发展成为岭南大学。贫穷边境的国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自主地得到发展。우리연대인은성각자의정신으로근대화의길을앞장서서함께열어왔습니다무슨일이든지적극적으로책임감있게해내서어떤어려움속에서도멈추지않는우리영남대학교그미래가더욱기대가됩니다 Challenge 用 YU 的名字挑战在创造民族中心新历史的巨大意义下发展。拥有15个单独学院、1个独立学院、68个学部系、12个研究生院。韩国代表性的知名学府岭南大学。犹如悠久的历史一般，21万同门在社会各阶层构成了致密的网络。引领了韩国的产业化和民主化先进化。无论过去或现在，用心中跳跃的岭南名字的天马人的挑战精神 Challenge， 用我们的双手开拓梦想的未来。세상은저의논문편수를주목했지만제가주목한건오직연구그자체였습니다열정과몰입으로누구도손대지않은분야를끊임없이개척하며세계적수준의학문연구를이뤄내겠습니다 Catch 用 YU 的名字实现岭南大学以拥有优秀教授的大学为座右铭实施全国最高水准的教育经费研究支援制度等，为提高教授研究能力，全力提供投资和支援。另外，主力对绿色能源、未来融复合产业等产业附加价值和社会共享价值进行专业化的研究，培养韩国的发展动力。其结果就是在世界大学评价中，研究能力获得了认可。堂堂正正地成为代表韩国的研究中心大学，获得世界认可的名品大学岭南大学，在综合评价韩国所有大学竞争力的教育部大学结构改革评价中，也获得了最高级别的 A 级，再次确认了学校的实力，与此同时，再次确保了实现飞跃的基础。通过大学专业化、学部教育先进化、产学合作活性化、世界水准的研究力量和培养高级能力等充实内部，并通过创造经济解决青年失业。在与全世界各大学及机构的网络下，为学生们提供体验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在世界舞台上发展成为全球民众。与此同时，在校园内呼唤世界，接触和理解地球村丰富的文化，培养拥有均衡的视角和全球感的领袖。
另外，促进新村运动的学问成立和新村学的全球化，与世界分享韩国的发展经验。The knowledge and the moment experience of Semao movement is a living textbook which Yangnam University has accumulated. 教育和研究先进的大学，岭南大学提升大学的未来价值。Catch 引领具有意义的成果。변화를꿈꾼다면남들과똑같이해서는안되죠남들이한개를할때열개를하고남들이쉴때실천하고행동하는것그것이바로영남대에서배운정신입니다선배들의진취적인정신을본받아새로운미래를꼭만들고싶습니다 Change 用 YU 的名字变化改变未来的力量这些始于顺利培养人才以人性为基础，兼备创造性、进取性、专业性，引领世界化和知识基础社会的核心人才，这就是岭南大学的人才品牌——外形人才。人才培养始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系统执行与现场针对型教育课程相比较的外计划，培养具备温暖的心胸和贤明、韧劲儿和热情、创造性思想和雄心、卓越的现场适应能力的外形人才。特别是所有在校生都必须学习英语或中文，加强21世纪全球人才的竞争力。年度1000亿韩元，学生人均每年获得385万韩元的突破性奖学金制度，让学生不再担心学费，创造只专注于学业的勤学氛围。另外，通过从入学至就业的阶段性项目，让所有学生发现自己的优势，制定符合优势的未来培养能力，提供系统性支援，使学生们在踏入社会后起到自身的作用。岭南大学的就业支援力量获得了雇用劳动部长官奖，再次印证了其拥有全国最高水准。学习实现其价值的外形人才，律师考虑合格率排名全国第一等，岭南大学提升人才的未来价值。Change 引领韩国的变化。岭南大学以重视人性的教育、人类研究、充实的财政为基础，积极学习、就业率高的大学，提高成员价值的大学。岭南大学将守护韩国代表名门私立大学的传统和价值。岭南大学。